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我要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讲到绿队，今日大部分人都会提供一些爱的南埔客家人的一啲蔬菜汤。我哋今日有想到来宾咯，系来自我哋屏东绿队，同时嘛系我哋屏东人的副院长王国勇王副院长来到来现场。我哋副院长咯，以系我哋屏东嘅丰田村的人，阿姨又做过我哋屏东人的秘书，我哋咧农业处处长，还有我哋咧人口处处长。啊，今日系我哋咧新嘅屏东人的副院长。今日有想到来到来现场。而且来同我们分享讲，屏东人到底有乜嘅未来嘅一啲发展同我哋马上，我有我哋客家事体，我哋王副院长来到现场，副院长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大家好，我系屏东县政府嘅王国勇。副院长，欢迎今日来到来现场哈。但是我哋一开始哈，还是要想问一下讲，因为你这个讲这个系一个丰田嘛哈。咁你系咪同我哋观众朋友睇下手机哈？讲，你这个位啲福建啲啊，还有你这个以前啲客家庄嘅一啲身份哈。我家系伫屏东县内埔乡嘅丰田村啊哈。啊，以前我哋在讲新北市啊，咪讲丰田村啊，伊个有两个村庄啊，一个丰田，一个真福村。哎，国小的时阵，迄读丰田国小，国中的时阵，伫内埔这边读内埔国中，高中的时阵都伫屏东市个，都屏东高中啊，吼。啊，挨下发差唔多吼，差唔多到内埔国中的时阵，我袂讲。但是伫屏东高中的时阵，挨同学大部分拢系福隆人较多，啊，所以挨开始学福隆话。当然，国语是一直都在讲，啊，所以。大概高中以后，哎，冇乜嘅机会讲客家话啦。可是，但是你归来也归来，我哋屏东工作以后，你开始可以慢慢的把我哋啲客家人多咗来啦，哈。咁所以讲，你即个高中，你睇我哋啲屏东中学读高中嘛，哈。咁后来呢？你后来你大学去考上其他嘅院士嘅大学未？哎，大学时间去读东吴大学，哈，特别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啦。啊，计时节差唔多，读大学时节一直到周边啦，差唔多拢会伫北部这边较多。啊，周边时节过几类，啊部队伫高雄过，啊所以高雄当兵那差唔多滴也是在高雄啦，归属归在屏东县那边，系啊。故事其实讲，我哋几时间的人来讲啊，包括我哋真正过多都讲啊，我哋差不多高中以前都听我哋咧，乡下生活嘛，吼。但是高中的时候，真正考太好时，过多人都真正都考会到，配得央视里边去啊，吼。但是你后来又回到我哋屏东来工作，其实回到屏东来工作的时间，譬如讲以外来讲啊，包括买喺高中的时间都听外面读书，一直到大学过来的时间，我从来都讲。啊，真的是对，台北市好了，比对屏东市还够熟了哈。可是，你其实过来时节对屏东有熟悉？讲实在哦，哎，高中虽然伫屏东，高中以前啊，都屏东市这边、屏东县啊、伫内埔这边，但是大部分时间都会伫福冈里边读书啦。哎，差不多每天早上哦，大概六点出门哦，坐公车，有时是五点时间坐火车到屏东市。啊，到学校开始念书嘛，啊，出来时间从学校出来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升学班啊，摩托啊，给时间就换了，差不多民国大概八十几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其实，哎，都国中的时候嘛，差不多穷用了，只是说那时候是骑脚踏车从那边丰田村那边骑脚踏车到内埔国中，一样差不多。早上 Q 上六七点，因为七点都第一堂课自习课、啊、我们老师都比我们非常紧 啊晚上大概六点出来时间又去补习，鬼豆腐卡差不多嘛 ，Q 用八点忙九点的，所以哎对公司餐哎对内埔的印象啊，很多都是在国小的时候才有模糊的印象，像印象很深刻，以前内埔工业区，以前内埔工业区其实没有很多的工厂，大部分都是空地。啊，工业区过后背过去，差不多要往水门的方向那边，以前都是糖厂，都是甘蔗田，现在都不一样，现在很多果园，也盖了很多农舍，以前马格某，以前就是甘蔗田。内埔其实那时候，以前内埔归闹年。
哦，像我们那个妈祖庙条件改变，过两年啊，更加无安多年呢。啊，以前也是，以前内埔乡还有夜市，以前的夜市，我印象中好像是，好像是在内埔分局前面那一条路那边，还有市场那里。改变都快多年，那、啊、当然现在的发展又不大一样哦。现在的发展，内埔的发展要去往老B那边有新的开发住宅区哦。啊，东宁村、东宁国小那边也有住宅区。啊，现在乡公所也从圆环搬走了，搬到以前是公墓那边嘛。啊，现在也是整个规划都出来了。其实，过以前差几多啊，内埔啦，内埔差几多。但是新北市吼，公司在新北市没嘛个偏啦，真的系没嘛个偏啦。其实我对我的那副院长吼，第一的印象，迄个时节差不多是几年前，我的有一块体育队的过台市场的绿队三百，迄时节吼，伊咪系的过台，对南埔的客家种来讲，系的过台县的一个发通。其实唔单止睇高雄市啦，那屏东也嘛有的过长期，真系以几年的米嘅几年的路有的发通。可是其实也常常会可以的，我能够跨部会、跨处、跨局处的一个会议吼。啊，其实我哋去参加的时候，其实我哋的之前的副院长吼，都提做总监嘛。啊，有事没事就讲，那研考处处长呢？你认为呢？你是六队的人呢？你是客家人呢？你有什么看法？我其实我都提个啊，其实我哋的研考处处长，我哋的那个都更加为我哋的王副院长喺度行。咁其实就讲，其实对我哋六队人来讲，我其实六队三百喺度过生态的发通啦吼。按身为的六队次第来讲嘛，六队三百的发通对你来讲有乜嘅特别的影响，我都感受。公司在来的以前，我们以前其实受的教育，虽然我们都是客家庄哦，内埔丰田国小、内埔国中，但是以前学校教育对这一块不是那么重视，这要说，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实际上去讲。所以来的以前对内埔的文化，应该说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其实都是从课外自己去获取的。我甚至也跟主持人说，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我对客家文化的更进一步六队的认识，其实是在念大学的时候才去透过一些书籍才去知道的。那所以在六队三百年那个活动里面，我有一些是我们后来慢慢接触到说，原来客家的文化在不管是在说各个乡镇也好，或各个各堆也好，或各个面向也好，是很丰富的。那我们那个刚好是借由客会的六堆三百年的活动，那我们屏东县政府跟高雄市政府，大概就是美浓啊，那个美浓跟山林那边，才会有这样的活动去办理。然后透过县政府，那时候是我们吴立学副县长，他担任副县长去做统筹，因为潘县长是委请他做一个统筹会议，那有非常多的局处进来。像我那时候那时间是研考处嘛，研考处其实就是做统合的工作，等于是副县长的幕僚单位。那其他包含的局处有参加六队三百年活动局处，包含说客户处一定有嘛，业主岗哈。那另外还有交旅处，还有国际传播处，还有民政处。那甚至是说其他的像那个公务处啦、水利处啊等等都会有纳入进来，因为有一些活动它是需要工程的一些改善，这些场所要改善，都把它纳入进来。我们大概每个月，县政府每一个月都会开一次会议，那甚至是到比较密集的时候，我们会两个礼拜开一次会议做检讨。我那时候最主要工作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汇整起来。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在重新认识六队，这是一个管道，一个途径；二方面也是去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去展现给不是六队的那个县民，或者是其他的县市的人来看到说六队的文化。我觉得是六队三百年最重要的一个成就了，我会认为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其实是判的几多嘅，其实我哋讲跨族群嘛，因为有条时间几多发动，其实真让人吓中。但是你看，其实是判那个那种客家大戏，哦，真的是个千禧公园满满的人爆满，然后还有我的那跨族群的音乐会，哦，佮其实像判个地方发动来讲嘛，应该不用几多嘅，唔咩客家族群嘅人，开始认识
客家遐提屏东伊的安泰的族群的吼。嗯嗯嗯，以前有这种说法了吼，现在其实也有一些 PTT 的乡民有安内讲话了，就是客家人客家是自己一国了哈。当然这个可能是其他的现实，但是我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观念要去打破了。那打破这个观念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客家族群也要把整个的文化去对外展现，避免说因为你不是客家人或你不是客家村庄的人，所以我不跟你来往。这个观念我觉得应该要去改变啊。第二个是说外界的我们跟其他的交流的跟其他族群，不管是原民族群或者是说外省族群也好，或者是说那个河洛的闽南族群也好，互相的交流其实非常重要。我会认为说其实在屏东来讲，高屏地区来讲，这样的一个展现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而且非常的成功。你就像内埔好了，内埔其实它有好几个族群都在，它有当然大宗是客家族群，因为它是后堆，是整个中心，但是靠近老B那边是闽南族群，那也有甚至是因为已经靠近185线，靠近三边，也有一些原乡，像我们的水门，那隔壁就是三地门，所以族群的融合之间，从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我在内埔国中的时候，感受就非常深。其实我们虽然是在内埔国中，但是有一些同学他们是原住民，因为他们可能搬到市区来，那有一部分是闽南族群。我觉得这部分来讲，民族之间的族群之间的互相的交流，反而会是提升整个客家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故事虽然讲啊，咱名啊按到六对三八，但是其实也系按到平壤眼地方，按到各族群共享同时嘛，系共同去拥有的一个发通。休息一下，我等下按到外国度国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气来耶！上个节目，我哋咧评论员王国勇副院长，儿童咧现场同我哋讲一下合唱嘅成分，同时咪同我哋分享伊对六对三八也发通嘅一啲想法。我想请问一下副院长，因为其实嗰时先我哋提供后来系先做秘书嘛，吼、嗯，然后后来变成我哋咧农业处处长，然后后来我哋人口处处长。咁、嗯、啊，其实佢嗰时先吼，佢做农业处长时，派人嚟等评论员体验嘅商洽会，商业洽谈嘅一啲事吼。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嗰时系台评论嘅体验嘛，吼，你咪同我哋咧观众朋友先说明一下，乜叫商洽会？跟你讲，屏东迄水果天堂啊，以我们一年四季屏东那边的几多水果，像金瓜的凤梨嘛，啊，接下来我们还会有芒果，大家最喜欢芒果。啊，香蕉的话，其实一年都有，冬天还有蜜枣、莲雾，那还有柠檬，那甚至还有兰花，屏北那边更多兰花，甚至我们客家乡镇那边有很多文心兰，从竹田那边有很多文心兰。所以其实屏东的物产非常的丰富、啊、包含水产其实也是一样。那时候在2017、18年的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潘县长他有个想法，说我们的物产那么丰富，其实以往我们都是这样，这些水果渔产去做行销。以前的话呢，烟种在农业处、哦初中还有一些承办同仁跟厂商哦，可能农民坐飞机飞到日本哦，飞到可能中东啊，飞到加拿大、加拿大去销售。老实说很辛苦，但是当然是说去到当地跟当地的市场接触会比较明显、比较快，但是那个成本很高。你一趟出国其实经费都不少啊，所以那时候县长说，我们换个方向，我们邀请世界各国的Buyer 来到屏东，那县政府来做接待，我们去找农渔民、商家、哦、来参展这样子。那我们把一个环境弄好啊，这个当时候的展览商洽会，他讲的就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贸易的行为，然后透过一个展会的形态
那邀请这些世界各国的买家到屏东来，然后我们办理一个类似像面会的一个活动啊。在这个短短的大概三四天的行程里面，他们其实那个形态就有点，除了现场的展场之外，他们还有所谓的面谈。他的面谈有点类似像说买家 buyer 跟那个我们的农渔民直接面对面去谈，谈什么？谈第一个是他的商品，我们农渔民的商品适不适合那个买家他那边国家的市场，价格，然后他的量，那些商业的细节，我们就安排在那个会场。这样子办下来四天，这样办下来，总共我们办了面这样的一个那个直接面对面的商洽，其实就办了400多场。对，其实成果非常丰硕啊，甚至是说买家来，他们组团，总共大概50个买家来，他们就住在屏东市，住在那个尾鱼饭店那边。那中间有一天休息的时间，我们就请我们的农渔民跟我们的承办的同仁带着这个买家坐的游览车，直接到我们的田里面去看，看生产的基地是怎么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会让我们的农渔民有一个新的体认，说我们不是生产东西而已，我们还要能够卖得出去。因为不是说我若种凤梨，或者我若种香蕉，我若种芒果，我就吃芒果就好，没有，我还是要把它卖出去。我们要赚外汇，我们要赚钱养家。那怎么样去卖到那些市场？人家要不要买？人家要买有什么条件？第一线面对面最清楚。好处是说，我们农民不用再花钱飞到国外去，我们自己县政府来主办，把买家直接带过来。反正是意思想讲，伊人伊扮演啊，伊敢有安泰的土地转的，算是伊的非常的一个展示哈。而且屏东市底部有个台糖，台糖糖厂，伊底部还有一个工厂很久了哈，那个叫台糖的纸浆厂哈，以前贵出了哈，以前只要是小时候有坐火车的，大概都有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抹灭不去的深刻记忆啊，那个真的味道很浓厚。但好处是说，它其实纸浆厂关掉之后，那时候因为环保，整个关掉之后，它的厂区其实就保留下来。那一直到潘县长上任之后，开始去慢慢整理。像那时候办商洽会，我们用的那个场所就是以前的仓库，它那个仓库非常的大，然后仓库的结构是以前日本时代就留下来的建筑，所以它是一个历史建物。那包含说它的屋顶的那个檐架，还有它的墙体等等，其实都非常的完善。那县政府一开始我们只是先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把屋顶缝好、补好，墙面整好，地面铺好。那在那样的一个大概2000平的环境里面，我们用一半1000平来办这样子，所以我们总共有办了60几个摊位，每一个都是标准摊，3×3的国际会展的标准摊。那我们也统一的设计，然后邀请我们的农渔民来。那当然我们农渔民来，他不是我们一定会设一些条件。那这样的条件是在于说，有的人种植他可能只是他单纯供，比如说他就是供应给农会，或者是他给合作社，他就只有交货而已，所以他就比较单纯，我只要把我的生产的东西交给农会，农会去拍卖，可能去台北去三重拍卖完之后，那拍卖货款再转到他的账户，这样就可以。但有的不是，有的可能要打品牌，他希望他只是 他的产品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他不走拍卖市场，或者是说有的他觉得他的产品的品质已经到了以前可能就有一些代理商去帮他做一些卖到国外去的贸易商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他认为说我如果想要自己去打这个品牌做这样的一个国际贸易的时候，我们就会评估他的整个状况，然后邀请他来参展。因为这样子其实是最有效的。如果说他原本只是做供应给拍卖市场，那就可能这样子去做就稳稳的。那有的可能是说到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品质或一定的经验，我们邀请他来做商洽，这样直接跟买主面对面，其实对他们的成长是比较快。因为这中间有涉及了非常多的农委会在推的一些认验证，比如说产销履历，或者是说我们在推如果要外销到其他市场的话，他可能会要求要有有机，或者是说他要有一些国际的认证等等。那这些其实老实说都是成本，都是费用。那但是你的商品，他的商品卖出去之后，到国外这样的一个价格，他
它如果可以支撑得起这样的一个成本的堆叠的话，其实对整个农业的提升，那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一方面啊，吼，我嘛可以想到讲，其实有几个诶，我所讲的从家来讲，农家莫来讲啊，吧吼，营业面的东西几好，吼，伊嘛提供起来种东西可以卖的几好，但是你如果讲诶，可能可以卖出去外国都，有想讲我卖不卖人哦，是嘛吼？你就讲各种有样的基地，比如提供诶，真是有人外国人对我的东西有兴趣。好，其实人哋要求讲，啊，咁你可能要先达到样嘅标准啊，吼，要经过样嘅一个啲测量哦。尤其是如果想讲，啊，安尼错过，啊，最后糖都安尼花一铺一铺来做以后，啊，因为啊，如果看到嘅显示咧，一啲外国嘅卖家，佢想要来买那些东西，哦，但是在做到嘢以前，啊，一定要有乜嘅检查啦，冇咯。希望以前吼，你这个冇一定问题，买你问因为个硬系唔是做啦，反正今日问如何吼。咁从你来讲，反而等咧，我哋讲我哋咧农民啊，冇你讲你创啊，经过一摆嘅上下会以后，一定有乜嘅感受啊？我觉得最大的感受，一定最大的冲击，然后因为 Hillboy 时节办完，我们有办那个民调，哈，简单的调查。当然，我们买主也有办调查，就是满意度调查。啊，来参展的农渔民，我们也有满意度调查。普遍来说，得到的印象黑暗的，买家的买主的调查，他们会认为说，屏东县一个县对他们来讲，一个国家的一个县要办这样的一个商洽会活动，尤其是农业的方面，他们觉得很有勇气，至少就是跨出第一步，但是还没有准备好。因为这是比较他们最直接的回馈。那对我们参展的农渔民来讲，他们最大最大的感想跟冲击是，原来国际贸易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我生产的东西很好，然后我就卖得出去。没有呢，很好的东西没有错，但是这是不是市场要的，这个是两码子事。或者是说，哪一东西贵货啊？比如说哪点呢？拍过啊，买点脸部啊，归后嘛。但是外国人其实看到外国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人，他看到脸部他会怕。我去，因为我到那时候去加拿大的时候才知道说，为什么外国人看到脸部会怕？因为脸部的这个屁股看起来就像小 baby 的手，婴儿手 ，baby feet， 所以他会觉得说，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吃的。但是这个是要不断的去跟买家市场沟通。就像是以前，那年以前那有嘛给火龙果，以前没啊，啊，但是也是后来外面就是引进进来之后，现在其实屏东也种火龙果，种的非常多，市场民众也在吃火龙果，甚至有那种调色的果汁出来。其实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的农渔民那一次商洽会里面，对他们最大的冲击就是，原来国际贸易不是那么简单，原来代理商或者是那些贸易商。他们不是像外面一开始，不是像生产的农民或外面讲的哦，好像就是只要买空卖空就可以赚钱，其实没那么简单，因为他们要负担里面非常非常多一些复杂的过程。那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这样的一个商洽会里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经验推广出去，让农民知道说，我生产的东西不是生产好而已，我还要生产市场需要的东西。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其实我真的会跟我讲到讲，其实对于我哋这个做烹饪来讲话，我发现到讲哦，原来我哋这个烹饪的体型的发通的时候，我等把有几多经验可以去做吼，同时对我哋呢诶生产的厂家来讲话，其实一条路虽然讲话有一团路，但是其实还可以去努力，慢慢的努力去完成的。可是真的讲诶，对于讲用我哋呢农民吼，我哋讲生产的一啲厂商来讲话，一提拔一看到讲哇。原来行出去，我哋啲国民来讲，其实话有几多地方话在加强嘅。嗰时啲商洽会对于我哋啲屏东嘅农渔业来讲嘅话，其实会发现到讲，我哋话有几多地方，其实话可以努力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话有几多国精彩故事。欢迎回来，福气来耶！今天节目，我们来自屏东县副县长王国勇副县长来到了现场，同我们分享这是屏东县第一个商洽会的过程。我就想问一下副县长，因为其实
头痛的意思讲到讲，譬如讲平常人在做胎心发痛的伊个准备嘛吼。我这么讲到一件事情，因为人也经验，其实我的隔壁个高雄是有判了骨头发痛吼。啊，骨头发痛咯，其实计时就都哎，譬如讲我的黑血啊，马上都满嘞。啊，计时我都同我的个台北的朋友讲，啊，过海里的平常人啊，平常是高一点客户都多呀。伊都同我讲，你以为你们平常是没有涨吗？我都发现到，哎、欸，真是摸唔错。因为其实吼，人家他感染吼，安尼吹起了一啲缝隙一类一胎吼。所以从头到我哋副嘅副院长有讲到讲，其实只味道爱诶，本嘅咧国外嘅嗰种卖家吼，来到我哋平东市喺我哋啲饭店嘅地方嘛。其实我真正我发现到个，其实人家嗰啲人吼，我一见人平东一喷了一类发一类一度发痛，反正真是嘛可以去可以帮我哋去创啲准备吼，还有我哋副院长黑血嘅啦。沟通啦，佮到准备好，一定啊，真是发现到讲，贵东人哦，真的要抽查呗，来到屏东市来看发通嘞。嗯嗯。香港人的三大日啊，对。哎，贵岛的高雄市的面讲，哦，你的那个三大日，哪一天来看买人讲好了，来看。但是你看，一来一片一路的 selfie 哈，可是我们贵岛啊人也其实也经验的屏东也那的发展咯，因为其实屏东也算是贵长的地方。嗯。好，那同时讲，伊其实贵岛的铺木嘛，陆陆续续的发展，可能。贵东啊，你差不多啊，你竟然形成一个重州处。从重州处的一个省里来讲吧，后面啊的一个政策底部一部分啊。应该系安尼吼，就是老龄化、高龄化、高龄社会吼，其实全台湾都面对到吼啊。但是屏东，我们是比较比全国的标准还要再高，我们已经。到今年到去年底为止，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联合国认证的高龄化社会，就是20%是65岁以上。当然，今天这个有过去的历史再加上一些过去发展的一些脉络跟因素。那为什么会有长照处的设立？其实就是周春米周县长那时候更早潘孟安潘县长的时候规划，然后在周县长第一任100天上任100日就成立长照处，其实是在潘孟安县长已经九年时间就开始在规划。那这个就代表说，我们其实不断的在检视屏东发展的过程里面，哪一些的部分是有这样需要的？像我刚刚提到的高龄化社会的来临，像长辈，像我们这个年纪40-50岁这个年纪，都是碰到下有小上有老。那老人家的照顾要谁照顾？如果是他以现在来讲，大部分都会双薪家庭啦，比如我一份工作，我太太一份工作，那谁要照顾长辈？谁要照顾小朋友？但站在政府的角度，我们就是要去帮民众设想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长照处？因为我们要先预做准备。长照不只是说中央政府部会有长照基金啊，有长照发展，有长照2.0等等。在地方政府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最好是能够长辈能够在家，就是在家能够好好的去生活这样子。但是有些状况条件不允许，他可能会需要他可能身体健康的因素，那他会需要有一些住宿机构。那另外有一些他可能是比较健康的老人家，那他可能要需要一些活动的场所，比如说那个活动中心。那个社区发展协会啊，活动中心就是他们一个可以去的一个据点。那这么多的庞杂的事物里面，那有一些可能老人家他是需要居服员到家里去，到家里面去做进行照顾的，或者是一般的家庭在照顾的时候，他可能会需要一些喘息。那这些这么多的需求里面，那时候屏东县政府认为说，我们应该要一个专责的一级单位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一个二级的执行政策的机关。之前其实长照就有，我们有一个长照中心，一个社会局，在那个卫生局底下一个二级单位去执行政策。所以县政府在看到未来这样的一个需求跟一个走向之后，我们在预先因应。那我想这个其实就是代表。我们随时的去因应环境的不同，来去做一个对于未来的可能要面临到的状况，我们预做准备。最主要目的大概会是这样。其实，在其他的方面，蛮可以用啊，对啊。但是吼，回到一个台湾问题来讲，比如讲我们屏东人来讲，我们会吵。
好南北有一帮人讲哩，啊，计时间啊，咧同我讲，啊，办些时间，你喺咪出去都肯定啊，讲啊，肯定咯，都你特别是都桃园安尼啦，诶，100公里啦，好，故事从一般从一啲屏东人来讲嘅话，对于我哋县政府嘅角度来讲嘅话。用的去，因为每个地方发展的地方不一样嘛，哈、可能啊，人沿海啦，好多年的地方发展过假，哈、马路也上也咪行，形态过好。啊，比如我哋人民区有一啲佮有一啲暗藏的历史文化的地方，同时中间话有啲绿地黑噶种。佮、对于县政府的角度来讲，把从有冇同样的发展历史的地方，我用去兼顾到一定的发展做产业咯。其实。周县长上任哈，有点上任以后，他大概有一个，我们把屏东县我们分为六大区了哈，六个区块，屏东市一个区块哈，跟周边，屏北哈一个区块，就是高速离港九如哈，长治这边都算屏北区，屏中好，屏中潮州这边、内埔这边、屏东平原要升一个区域啊，原乡一个区域，沿海一个区域，恒春半岛一个区域，就。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屏东那么长，其实我们从最北啊，连狗树给变大金到我们的鹅銮鼻，差不多140公里，140公里的长度，放在台北已经可以到超过新竹了，到苗栗去了、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跟外面的朋友讲，以前还蛮难的呀，你特别读书的时间，在东吴念书的时候，他说啊，你屏东人哦，啊，你常常去垦丁，你说哦，好好，那你来。我再带你去垦丁，那个距离你再试看看。其实外界的印象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县政府我们会因应每个地方的不同。比如说好，我们的六堆，啊，六堆差不多，大部分都在屏东平原上面。我们的内埔，我们的竹田、万峦，甚至到嘉东，那到北的高树、狗树隔壁，其实几乎都算是在屏东平原的范畴里面。那这样的一个屏东平原的范畴里面，有几个发展的特色，我们可以去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聚落都还保存得很好，那边满满一片五沟水、四沟水，甚至内埔的一些乡镇比较新南上树那边保存的都非常不错。新北市也是一样，都会维持原本的六堆的原本的聚落的那个样态。那但是在这个样态，我们做一些。类似我们一些古迹的保存、历史建物保存、聚落的保存，还有文化的保存。那我们在这些学校去推沉浸式的客语的教学，像我以前我的母校丰田国小就发展得非常好。从历任的历届的客务处的处长，以前曾处长、陈处长，到现在李处长，其实他们发展在推这一块沉浸式教学这一块就发展得非常好。我们可以就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形态去发展这个地方。的它未来的一个产业也好，或者是社会人文的规划也好，就凯登六堆文化中心，六堆文化中心在六堆文化园区在我们的内埔这边，但是它其实很靠近林洛，也在竹田边边，南边就是现在在做的健康产业园区义大那边，其实他们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甚至它跟我们的内埔工业区，新北市这边内埔工业区，内埔工业区有屏东的酒厂，有烟厂。它有很多食品加工业，它其实都是带动地方发展的一个火车头。那这些其实还有包含说，在这个平原里面非常多的农业的产业，有种有莲雾，也有发展的，从那时候曹县长时代一直到现在，已经发展成全国几乎是第一的我们的可可产业，在全屏东有大概超过300公顷的可可，它大部分都在我们的客家乡镇，跟我们的客家的文化可以新旧融合在一起，变成独树一格。那这些都是在县政府规划的区域里面，我们把产业的发展，我们把文化的保留、语文的保留，甚至是一些聚落的保留、传统文化的保留，就像刚才用那个五沟水的尖炮城活动，其实把这些保留下来，就代表是除了原本居住提供给这边居住的民众一个未来的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之外，甚至是变成一个地方的产业特色。当外地的游客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不同的感受。我相信说，在屏东啊，或者在南部地区里面，能够像五沟这样一个聚落保存得非常完善，并且跟我们的流域水跟聚落这样的传统关系的呈现，这样一个良好的地方，其实不大多了啦。那客家的保存，客家聚落保存，就能够把这样的方式给流传下来。这个是在。
周县长所提出的六大发展区域里面，每一个区域，我只是举例说，我们客家，我们六堆那边在发展，里头其实也是一样。平北区像我们高速虽然在平北区，但是高速也有闽庄跟客庄。那闽庄的发展跟客庄发展，虽然他们是不同的聚落，可是在整个高速，它就是一个花果天堂。它 有稻米，它有芋头，有蜜枣，有凤梨，甚至是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年轻的乡长梁振翰梁乡长，他在我们的高屏溪溪流公园这边有一个新的一个游乐游憩设施。其实这个都是在每个地方不同，但是我们却能够把它因应地势的不同，把它整合在一起，变成是我们在发展地方的一个参考。我想这个就是周县长上任之后，我们在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嗯，我们错了，其实这个公共的平农业那方，不单是用我的佛山，好我的五山，其实我的历史人文、存在地文化，其实嘛还过想的哦。可是可能今日嘅节目，观众朋友发现到讲，其实喺屏东来讲嘅话，虽然讲嘅人常常会讲嘅人喺台湾嘅面吼，但是假如把台湾变换来嘅话，其实他嘅面就系重要嘅。但是相反咧，喺我哋呢边唔单止用我哋啲客庄，用我哋人出面，用我哋啲好路，还用我哋新出面，同时我哋物产、我哋啲人文嘅部分嘛，归上嘅。今日佢感谢我哋王副院长、罗美先生，同分享咁多精彩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屏东了，休息一下哦，再听下来欣赏来，听下运动哦。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